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也特别的要对那些新来到我们的当中的新朋友无论你是在现场的或在线上的，我都要来欢迎你我也要告诉你，上帝非常的爱你。各位弟兄姐妹，你是上帝所爱的儿女，是上帝的宝贝，是神看为宝贵的。 Amen。 神必与你同在，上帝是要时时刻刻的在赐福于你的，他对你的计划永远是这么的美好的。 Amen。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第二个主日我们开始我们第二堂的这个的实体的庆典哈。那还没有来到我们的这个的实体的庆典，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我鼓励你，你要回来我们的实体的庆典这里，一起的来在实体的里面来敬拜听神的话语。因为呢，实体的的确确是有不一样的你要回来再次的经历那个的不一样。 Amen。因为呢，你在线上的时候，在家里的时候呢，可能是在一面看我们的这个的庆典的时候，一面在弄菜一面在卸蒜头，一面在剪指甲。我在想，也有可能呢，有些的姐妹呢，你一面在涂指甲油，也有可能的所以呢，我们都不要做这些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呢，你的神是值得配得你给他所有的专注。 Amen。所以每个的星期花这样的一个时间给上帝是值得的。 Amen。 因为你来到实体的时候呢，神要把恩典加在你的身上。 Amen。 所以我们的这里还有位置我们现在两堂呢都还有空位，现在是我们足够位置了。我们是两堂加起来呢，其实是可以坐800人了今天是我们第二个的这个的幸福主日那我们邀请了我们的讲员Mary 陈金莲姐妹来为我们分享她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会播她的这个的介绍短片，等一下她上来的时候，大家要给她一个的鼓励的掌声。 Amen。 好，陈金莲 Mary Chen， 她的学历不高，也不会英文，却一路从女佣打拼到创业公司上市，后来更接管了 Beacon Hospital。 没有医学的背景，对医疗设备更一窍不通，却让医院死里余生，他如何能做到？我们欢迎全马最大的癌症医院 Beacon Hospital 的执行董事 Mary Chen。 掌声归给我们的天父，哈利路亚，感恩弟兄姐妹们，现在是午安了，祝你平安。So， 我是 Mary Chen， 今天我要来这里分享神在我的生命里面做的一些美事，想经过这些美事来感动你们。每一个都叫这么的爱我们的神，一个这么美好的神。好，来我做个开始的祷告。是的，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主耶稣，天上地下所有一切都是你所给我们的，都是你所亲手造的。主啊，今天这个时候，主啊，求你使用你的女儿，主啊，让孩子能够把你在我身上所做的都能够一一的来呈现出来，来荣耀你主。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主，我也把这里的弟兄姐妹，你的宝贝的孩子交到你的手中。主，你来祝福这里的每一位，你让他们每一位都有平安，都有喜乐，主，都有健康。主，感谢你，赞美你，你的圣灵继续的带领着我，恩膏孩子的嘴。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Amen。 好，让我们来，因为刚才早上那一堂说我没有从女佣讲到医院，所以现在我希望可以牧师讲给我多五分钟，可以讲这个怎样从一个女佣 OK 来。我是在六年级差不多要毕业的时候，我就叫我的隔壁的邻居，他是去做女佣的，他已经四年级他就去做女佣了。我就跟他讲，我不要读书了，家里还很穷，我要跟你去做女佣。很快我一毕业，
他就帮我做到找到一份女佣的工作。就一个晚上，一个傍晚，一个两夫妻带着三个孩子就来到我的家，我们不认识他的，完全不认识他。我如果现在我看了，那时候我才12岁嘞，所以就把我带去邦萨，就是 Lucky Garden 邦萨这里的一个屋做女佣。在这边带三个孩子煮饭扫地全部是，虽然我个子小小，我现在都很小，以前更小，但是我真的是可以把他的工作做得很好，工钱60块罢了，其实帮不到什么东西，但是我的心只想我给弟弟妹妹读书，我7个弟兄姐妹我只要出来读做工就好了，没有想到60块真的帮不到。但是做了几个月后就给到顺到我150块，而我已经做了1年半，我一直感觉到很不平安，因为一直跟着人家的后面，我很不是滋味。虽然我小，但是我有很大的志愿，我不想一直跟着后面，所以我就跟他辞工，我说我要回去。当时我妈妈是种甘蔗的，甘蔗哦，很奇怪的，我妈妈种的东西每次种的时候很好价的，等你出产的时候要收割的时候没有价钱的。什么理由？是中间人，你种的时候他就给你希望，哇，很好价的，什么什么种，等你真的出产的时候，你收割的时候他就来压你的价钱，但是他卖到高价的。那时候我年纪还小，不知道，我就跟我妈妈讲，好了，我回来我要做老板，我要卖甘蔗水，跟着晚上我就去坐车椅学车椅，这样我就在1年里面我学会晚上车椅，我就把我妈妈的甘蔗卖，每一天那时候一杯哦才1毛钱啊，1970多年的时候，那时候我才14岁，这样子这个蔗水的生涯。1年后哇，我学会了衣服车椅哦，我就觉得我要去做老板，因为我要做老板，我不要跟在人家后面嘛，车椅就可以做老板，我没有读到书，就我就去找到一份工，就是在宝敦的，在达玛米达，就是一个女人开一个店，跟人家收这个衣服来扯的，我就在那边做。做了第2个月，我看到有一天在外面很吵，我的老板娘就跟一个顾客有一个 argument， 就听一下，我把我的耳朵拉长听一下，哇，原来他讲我们的衣服做到不好，又很贵，20块一件。我就想20块一件啊，我扯了很久哦，一天最多是扯到2到3件，很难扯的衣服，因为整个要扯，我觉得哇，如果20块2件40、3不睡觉不休息才60块，60块哦，一个月做到足啊，6×38才1800块，怎样做老板，怎样赚钱呢？我立刻就走了，我立刻我就扎包袱走了，不要做老板了，很现实的，我很现实的，这时候14岁，这我就走去哪里呢？我会车衣吗？我就去宝敦，也是在宝敦，当时宝敦很多车衣厂，才16岁，谁要请你？没有人请，从头到尾问没有个人敢请我，因为不够岁嘛。结果王什么王天不负负心人啊，不负有心人啊。结果最后一间他很赶工，最后一间我一间一间问，我不会放弃，最后一间他讲我很赶工，但是哦，如果有人查的时候啊，你跟我去藏起来啊，又藏起来了，又不知道藏起来，所以因为我不够睡嘛，没有一片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为了要做工我赚钱了，因为那时候我哥哥他们读书，我觉得做老板做不成的话我一定要赚钱，所以我就在那边，他就给我留下来。这时当时14到15岁了，16岁这样没有到，这样我就在那边扯了1年，我是最小的，最早到的，最迟回的，赚最多钱的，1800块到2000块，够力吗？哇，那时候很大啊，那个钱啊，这我就拿完的钱全部给我妈妈，我5分钱都没有数的，全部给完她，跟着我左看右看，前看后看，全部是老女人来的，车衣的哦，没有男朋友，我要找男朋友了。17岁了哦，17岁嘛，16岁做了一年，17岁差不多17岁，我说哎呀，不是办法了，这里讲找老公呢，是不是到时候要找老公了吗？不然怎样？结果就去学打字了，
拜六礼拜就回去开讲学打字，很厉害打字，叭叭叭叭，很快就学会了，会打字罢了，只是手打罢了嘛。我不会字啊，我因为我读了六年级罢了，没有，我不会啊，不会 spelling 我不会的啊。但是我就学了三个月就毕业了，打得很快，哇，就去找 office 工作了。找男朋友一定要找 office 吗？找生意人吗？因为我做不到老板，我找老板吗？人就是这样吗？所以我就去找一份工，那份工啊，我从1800到2000块跌到1500块，你看我够力吗？1500块我都去做为了找老公，你看，就在这边做了三个月，是那个铁厂烧焊的，哇，这里摸摸黑，那里摸摸黑，白马王子没有，黑马就有哦。我就觉得不要了，不要做了啦。三个月后，我觉得这里也找不到男朋友，我就去 ULIC， 就是达曼 ULIC 那边去一间一间问，我会做 account 哦，厉害吗？我连 account 什么都不会讲，我会做 account。因为那时候我在那边学到一个叫做 cashbook in 跟 out，in out 就是 cashbook， 就是说那是 bank 的 cashbook 罢了，我就以为那个 account 哦，真的很赶时哦，我真的我不知道，我就去看到。这么巧哦，那个公司刚刚走了，那个耳靠要很要人哦，是电器公司来的哦，因为老板每次要出去拉电哦，我会没有人看门的哦，他顺便请我来看门，以为我会耳靠，就请了我，从150块变了300块咯，因为耳靠嘛那时候，哦，就从那边我也不知道什么叫 cash book balance sheet try balance 什么都不会的，但是我就抓头了。最难省的是一样东西，老板哦，他写那些 condition 啊，好像画符这样的，你看到符吗？全部连在一起的哦。你知道我又不会英文，什么都不会，怎样打字呢？他要我 OK， 米庆帮我打字，我就好，全部连在一起啊，看都看不懂怎样打，不会咯。跟着我就跟老板讲，老板，我看不到你的字哦，我读书没有读这样的字哦。我就只这样讲，真的是这样子的嘛，我不会打哦，你可以写好一点点嘛，因为我要生存嘛，还是结果他也是好哦，他知道我又新哦，还很年轻的十多岁罢了，他就写过比较好的，但是看不清楚啊，但是我就有一点智慧哦，我就去找一个他的发那个 condition 发，全部 A 堵在，全部那字全部填在 A 堵在，啊，就是好像是这行的就斗下去，第一个这样子打出来的，你知道吗 ？condition 打到老板都不知道我打什么，这样子就过了。结果很用心的去读那个老板的字，好彩他是每次不在 office 的，如果他在 office 我晕掉了，一定给他吵掉了。他不在 office 呢，他不走了，我就一直读，一直看那字啊，看什么字什么字啊，在那边我就学会了。一些字哦，英文字，跟着嘞，再学会 account 不会了，完全不会。但是我就看，也是很好啦，上帝也是很祝福我。他那个女孩子做到最后一 balance sheet 做到完，我接下来就做，我也不会，我只是一直看怎样做。我在短短的半年里面啊，看懂了哦， balance sheet 看懂了哦，全部会做了哦。但我不明白什么叫 try 别人，什么叫别人是别人不对，但是我照他的方法做好了，啊，那时候我就觉得我真的是会靠了了，好笑，真的会靠了。但是我去 The Gun， 那时候普渡来有一个 The Gun 去读夜校，从 elementary 到 intermediate 到 higher， 因为做 account 很容易，全部是字来的，全部是那个字啊，因为是 account 嘛，不用写的，所以你要我写我就不会咯，你叫我什么成什么做什么东西我全部会嘛，因为我已经看会了嘛。结果我第一个考试我没有去考过试的哦，就好像这样一排一排咯，去英 LCC 嘛， LCC 是英国的哦，我去考试那个考场哦，去考试哦，一很紧张哦，考哦，哇，很快就做完了哦，一下子做完了哦，很多全部人还没有做，我一个人做完了哦。跟着我就很开心，我以为很好啦。你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快做完吗？我买 past year paper 那个 past year 的那个 books 20年的，我全部会做啊。我天天啊不回家，天天在那边做到
我全部会了，十年的 exam 我都会了，二十年我也会了，所以我就会咯。然后你知道哦，放榜哦，那个都出来了哦，然后去到学校晚上，他出来了，每个人去看我，很开心哦。我去看哦，我的名字没有哦，怎么办？我没有理由嘛，全部会做，看来看去看不到我的名字，我的名字 C 嘛，最前面的嘛，最容易看嘛，下面不用看了嘛，没有哦。结果我一放上去，哎，为什么名字在上面的？我就想，就怎么会在上面的？这样我就问老师，为什么我就我的名字在上面的？我还以为要重考还是什么，他说是 distinction 呢。所以这就是要用心哦，要用心，真的，年轻人要用心。那时候我才十多岁，爸，再给你一个秘密啊，在那边我找到我老公了。这个就是我的头。虽然我六年级，但是我真的有 LCC， 第二次考 Intermediate， 我现在不看下面，我看上面，真的在上面了。海洋也是在上面了，跟着 ACCA 呢，全部哪里写的哦？我去报名读哦，读了 一天我就打退堂了，不会哦，全部要写的哦，全部哪里写的？哎，如果你们 ACCA 里面知道了哦，要考十多个 paper， 我考不到，我说好，我就是这样了，够了了。我最多是考到 LCC higher distinction 了，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我的童年的时候，那时候在我那边找到我的先生，跟我先生生了四个孩子。我现在有四个孩子，大的35岁，我有三个孙，两个大儿子都是医生，媳妇也是医生，跟着我的小儿子是科学家，现在在Cambridge， 女儿是设计师。这个神给我的，不是我有的，是神给我的，感谢主耶稣。好，拿回来，用了十多分钟，牧师，我用了十多分钟讲我的童年。OK， 我讲回我怎样信耶稣。我信耶稣哈，我的朋友有个朋友，他每次都来跟我讲耶稣，但是我拒绝他的。因为我刚才讲嘛，我又有孩子，我又幸福，我又有钱，我又有生意，我都有嘛。我为什么信耶稣？信耶稣的都说啊，吃白粉啊，或是那些什么、啊哈哈，就是我看到就是吃白粉那些信耶稣，真的改变了啊，我看过啊。但是那些好像有些问题的啦，他们却信耶稣。在我以前的想法，哇，很对不起上帝，真的那时候想法是这样。跟着我觉得我自己什么都有，我应该不是会信你的耶稣，但是我的家是拜的。但是这个朋友他就是很就是无孔不入的啦，一直要来找你的，烦死你的那种啦。但是我就逃，就是不要给他找到。有一次就是圣诞节，那天圣诞节呢，因为我也是想不知道圣诞节是怎样的嘛，没有去过教会嘛，我就去教会，跟他去教会了。那时候他带到我去了，去到教会哦，他们唱歌哦，又笑，等一下又哭的哦。我一直看这边，看这边，看这边，都是又在笑，很不舒服哦，很不舒服，不知道为什么。跟着到那个牧师讲道的时候，哇，够闷哦，一个小时啊，好像一年哦，够力哦。等啊等啊，终于等到哇，完了咯，想有什么东西吃哦，是讲了嘛，是不是？哪里知道全部人走上前面来哦。我不敢走上前面，那些人走了，然后我的朋友一直拉我上前面了。我说进去做什么？我不要不要，全部我没有跟他去啊。跟着我就看他们祷告，很多人跌下去了哦。你不怕？我跟你讲，没有吃东西，我就去外面了嘞。我就等他出来嘞，我就从那边开始，我更不要去教会哦。我觉得很邪哦，教会。这个是我的经验，真的是我的经验，很邪哦，真的很邪。又哭又笑又跌，你不怕？所以啊，如果不要 after that， 他这个果很厉害的哦。我这个我的朋友啊，真的是啊，哎呦，我真的很讨厌他了。那时候，他在这边我还是这样讲，他知道了，我很讨厌他了。他讲什么啊？你知道吗？我们的耶稣极顶啊，那个长短脚啊，我可以拉着他，不会长短脚了。他讲啊，那些啊什么啊，有盲的又可以看到了，耳的又聋的又可以听到了。他讲看到很多这样的见证，我心想啊，
不是没有生意咯，没有 doctor 咯，是不是？啊，我心里是这样子想，但是真的是有这样的东西哦。我那时候不知道，哪里知道哦？我不去教会哦，他把牧师带来我教我。这样的人都有的哦，你说烦不烦？烦到啊，以前啊，现在我爱他爱到半死哦。如果没有他这样烦了，我不会信耶稣哎，真的。我还在啊，不知道是怎样哦。你看哦，他带来我的家，我就觉得很好的一个牧师，很慈祥，70多岁两夫妻，我就跟他谈话的时候很开心很爽这样子。但是最后他叫我站起来，我站起来咯，他说你讲一句我讲一句哦，讲了我啊，知道什么事情了啊？我不知道哦，我傻傻的跟他讲哦。讲完了，我这个天使哦，我的朋友啊，这边跳哦，哎啦，好了，你信耶稣了啦，这样哇。当时啊，我真的是很生气哦，我心里很生气哦，我表面又不敢做出很生气，我牧师哦，我真的很生气，一直在那边想，为什么这样骗我嘞？你要大大声跟我讲，我跟这样跟你祷告是要给你信耶稣，这样我接受不接受我的事嘛，对不对？你不可以这样子方法，但我不知道这样子带我信耶稣的嘛，那你可以这样，我就心里真的很不开心。但是过了一个礼拜，他就说你一定啊要去啊教会的啊，不然啊不可以的啊，你现在是基督徒了啊，还有啊，那你那些拜拜东西不可以吃的。哇，我心想哇，是不是这样严重啊？结果我没有跟他去哦，第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哦，我心很怕哦，很怕哦，到底不去会怎样呢？哦，那个耶稣会对我怎样呢？我不知道哦，会不会报复我的呢？就是很多很多问题的，那时候又没有人教我的，我他又没有讲什么，只是这样子装胆工啊。冲胆工就是这样背了是有耶稣这样子。第二个礼拜我又怕，我想到还了算了咯，去一下咯，好过哎，你应酬一下上帝，耶稣看到我有气咯，就不会散漫，我不会不会报什么咯，不会报复我咯，这样子。我是这样子想，那时候我就去，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好彩那时候他没有人跌倒啦，没有在哭那些，我没有看到这个，但是在路德楼在这边的。跟着第三次我去，因为我想到一个小时嘛，很好啦，算了啦，去啦，应酬啦。第三次去的时候就唱一首歌，叫做恩典之路，一步又一步。那时候我自己哭了，我都不明白为什么哭。我哭的时候，那时候我笑人家的嘛，我开开心心这样子这样骂，不给人点知道，你知道吗？哭，我为什么哭？我不知道。哭完了是心里很舒服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哭，因为那个词哦，那个字会感动我。我觉得我做到今天，我有这么多孩子，这么好的孩子，这么好的家，这么好的事业，是有神带我的哦。是不是这个神呢？我在自己跟自己讲，为什么会哭呢？可是他才跟我，我的这个朋友才跟我说，上帝是怎样的？但我信了耶稣才说上帝怎样的，你还这样的人这样有？他说这个本圣经是怎样的？这个圣经呢，我没有看过圣经的，我没有看过圣经。他买一本圣经给我签了名，到现在还有，就跟我讲这个圣经是很珍贵的，是有血有肉，是真的，不是那种预言啊故事的，是真的是一个历史出来的。这样子，他说还有很多不同的人啊，不同的地方啊，可以连在一起的啊。那后就给我感动一些逻辑，哇，这样这个真的是神哦，这里有一个这样的神哦。这样我就研究一下圣经，我的才六年级研究什么？好像有妖蛮妖罗啊，去研究其实没有的，看一下都不明白，整天打仗的，前面整天打仗的，打来打去，等一下又瘟疫的，又死人的，又杀的，哇，不明白。但是最后哦，我看到再去看一下哦，那些很多外国那些很科学家啦，那些很出名的那些啊，他们一个个都是基督徒哦。我心想哇，这些全部都是基督徒，这么有知识的，好了，我就跟哦，我就是这样子就变了一个基督徒，就很每一天去教会。但是，我15年里面哦，我去教会我没有做任何东西的，扫地。
接待我没有了，一去一回，我只是做礼拜天的基督徒，也没有很厉害看圣经的，有时看一下，有时没有看一下的，就是这样15年呢。你看呐、啊，多浪费哦！哎呦，完全啊，没有一点点有那个 touch 的，只是觉得我是基督徒，哦，这不错，那他有那个全部人有知识的人都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15年是这样子就过了，但。为什么我会醒呢？让我讲我的见证给你听。Before 这个东西 ，Before 我讲这个见证，我讲回我怎样买医院的。因为我做到蛮好的，我有点钱嘛。我有点钱的话呢，又是这个天使，就是这个叫我信耶稣这个，他的先生就是开了今天的 Beacon Hospital， 现在我们讲的就是宝康医院，那时候叫做伟嘉呀。那个伟嘉呀，是不是他要卖？因为他做不好。在5年里面开了5年啊，亏了6000万，每一年亏1000多万，因为真的不容易，整个医院6层楼高，那个地方我跟你讲，你去到你都不相信你去医院哦，旁边左右全部都是那些bottom grader 啦，打那个肮脏脏的，中间有一个这样的6层楼的一个医院罢了，所以没有人隔壁都不知道是医院的，很多人讲啊这个是医院来的都不知道，你叫我去对偶尔、啊、我才6年级，他叫我他说你来，我祷告的时候是每次祷告哦，看到你第一次看到你的脸，他说他都不相信。6年级哦，你这样做，他跟上帝讲，他很会跟上帝讲话的。但是我啊，从来没有听过上帝讲话的。但是我知道上帝一直在我身边，我没有很厉害听上帝讲话，可能我很忙啊，跟着没有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听过神跟我讲话了。但他说他听到看到是我，第二次他也是看到是我。第三次他跟他的牧师一起在那个教会跪着祷告，他牧师说我也感觉到好像是 Mary， 这样他们两个就来找我来载我，他叫我去我不要去，结果来到我的 office 来载我去这个叫做 Beacon Hospital， 当时我去到我想到应酬他了，他有那你可能去接管的，不可能的，想都不用想了，医生哦，你要免那医生哦，结果去到哦，没有人哦，全部那些 staff 哦，几十个工人罢了，那啥全部在玩 game 的，没有一个 patient 都没有的，静静的，该不会亏这么多钱哦？这样都医院叫我来做，开玩笑。原来他讲 calling 我，我都不明白怎么叫 calling 我，他讲 calling， 哦，这样子回到家哦，我不能够睡觉。一直想到那边静静没有人，静静没有人哦。第二天又没有睡觉哦，一直想到怎么这样可怜哦，一直觉得那个地方很可怜哦，那个医院很可怜哦，一直睡不到觉。第三天我就去找我哥哥，我哥哥跟我隔壁的住隔壁，我去找我哥哥，我说好不好？我们晚点我的孩子又大了了，我说可以吗？才12年前了，我现在六十多岁，那时候50岁了，我说我们拿这个医院哦，不要赚钱的，帮人的咯。我说可以吗？我哥哥讲你傻、啊，哎，人命关天的，赚钱是另外一回事。他讲哦，人命关天，你6年级，你去做医院医死人哦。他说不要，我也不要赚，他说我也不要赚病人的钱。我哥哥讲，结果我说不是吗？又不是我医啦，医生医吗？怎么会医死人呢？但是他不 agree 啊，钱在他那边，因为我跟他一起做 partner 啊，钱也在那边，我要他的钱，我自己也要有钱，我就回家咯，又不能够睡，我第四天了哦，又去哦找他咯，我说这是不可以了哦，我说每年都一直讲是 calling 哦，我哥哥厉害哦，他知道什么叫 calling 哦，我不知道他知道哦，哈，他说 calling 啊，这样啊，他就哇哇的头咯 ，calling 啊 ，calling 啊这样，他不是基督徒。跟着他讲好了，这样就去做了，这样我就准许，我就来这个医院做了。一开始做的时候，我跟你讲，完全完全
不知道磨在哪里，什么早上七晚上回，早上七晚上不知道做什么都不明白，那个字全部 看都不明白，什么 oncology 啦 psychology 啦逻辑的全部记的真的全部是这样的，都看不明白，但是还是很用心，好像刚才跟你讲，我做耳靠也是很用心，我做什么东西都很用心，就从早到晚一直找，一直看怎样做，看用那个字查字典看怎样啊，就在那段时间我就摸索到一点了，跟着哦，要医生哦，我知道要医生介绍才可以来的哦，因为很多医生啊，因为我有一个 CyberKnife 全马来西亚最大最全亚洲一家开脑不用开脑的奶奶店的罗伯蒂尔的，我就去找医生哦，没有医生要裁我，知道我这个医院很差的，没有人要裁我，没有给我 appointment， 你知道我怎样做吗？我 register 病人啊。你是的病人坐在他前面，他要不要见我？最多不是给百多两百块，对吧？是不是？这要在他的前面哦。后面我哪里不舒服？我说医生，我没有事，我的医院不舒服。跟他讲我的医院有事，他才慢慢听我讲。我又没有读到书，我说你，我不是要来，我不是要拿你的病人，但是你的这些病人是没有钱的啊，你给他来我这边。我不要你有钱的在你那边医，没有钱的医给我医，我这样子来一个个 doctor 去见，我感动很多 doctor， 感动到很多 doctor， 因为我又没有读到书的，他们也知道英文也讲不好，我一开头就问医生，你会讲广东话吗？会讲华语吗？我知道医生不会讲华语，都是广东话的，会广东话吗？哦，会啊，哦，就跟他讲广东话了，不会的，哦，就要那个英文哦，一句一句都跟他讲哦，没有办法嘛，你要生存嘛，对不对？这样子。所以一个医这样子，哦，我就感动了一些医生，那些医生，哦，很多医生一下就跟我签说，你现在你的医院什么都没有，又没有 OT 又没有 ward， 什么叫医院 clinic 罢了，其实不是医院来的，因为它是那个肿瘤嘛，肿瘤不用住院的哦，电疗了化疗了就可以回的哦，所以没有房了哦，所以我来到我才再去借钱哦，再去借钱去做起来了。整个医院今天做起来是我一个一个把它做起来的哦。So 没有 OT 吗 ？OK， 三十多个医生，我们开会，全部医生很拜我，因为觉得我很新鲜，觉得我很善良，哦，觉得很好，不一样，就签哦，三十多个开刀医生啊，哦，我就去做开刀手术房那个开说四个手术房，整个用了三千多万四千万，也是没有钱的，是银行也不借，结果拿物资啦，拿什么东西塞烂完了，去借钱哦，银行才借那一点，我哥哥又做格兰多啊，就借到那钱，刚刚好装修好了，差不多好了，哇，我的上帝很紧啊，很可爱的他。突然间烧火，这么难才找到那个论啊，来装修好了，他突然间烧火，怎样办呢？你讲，哦，没有办法，烧就烧了吗？结果其实烧不是烧很多哦，但是那个水哦，射的啊，崩坝的水啊，射完我全部啊，全部装修的全部烂到完了哦，沙发也不能够用哦，又重新哦。又去找钱哦，够力哦，我就借钱，这里借那里借哦，又好彩哦，很奇怪哦，又有人肯借给我的哦，又可以借给我，哎，我的哥哥又借给我，我的朋友又借给我，又够凑好了，又装修好了，然后在短短的，本来一年可以做好的，要两年，两年装修好了哦，差不多了咯，我的上帝又跟我开玩笑，这次是。他真水哦，火又来，水又来，水本来是好的嘛，水吧，对不对？他很厉害，选哦，选我一个机器，最贵的机器，3000多万的机器，把它一咖喱，完全不能够动了。全马来西亚只有一架啊，这架机器是拿来做那个糖打进去，给人家照那个照他的那个 cancer 的，我们只有一架罢了。所以这个为什么我说全马最大的cancer 医院，我们这间就是什么都有的，很齐全的，
但是坏了哦，烂了哦，怎么办？靠他一点点啊，出粮了哦，因为他 supply 给人嘛，做到嘛，现在没有得 supply 了哦，完全没有哦。还有哦，更惨的是哦， insurance 说没有得 claim 哦，因为他说人为，因为我们有装修，那些人吃那个喝那个水啊，那个打包的东西塞塞塞塞到那个东西塞到完了，所以大雨来的时候溅到完了，把那个水全部溅到去一楼高坡，所以震到坏到完了。当时的我怎么办呢？逃走了还是怎样呢？我说上帝又讲 calling 的，为什么 call 到这么辛苦的？他说 calling 的话你应该给钱，我有钱的嘛，一起做的嘛，对不对？又没有钱，我全部塞烂完了，我真是没有屋子住了的咯。我说真的没有屋子住了的，因为屋子也塞烂了，全部塞烂了，跟塞烂一样东西哦。我一直想，哎，哪里有钱哪里有钱，我给我想到55岁的那年，我生日那一天哦，在一片门口等着哦，早上一早哦，一开门就去签名拿了，完了钱又放弃医院哦，又塞烂完了哦，又没有哦。你想一下，这边还没有好，那边来好了，又弄好了咯，钱又来了，过了平平安安过了呢。一机器没有吗？要修理，要10年了呢，那个机器。结果是这个机器修理也一定要修理的咯，没有办法咯，也是借钱嘛，还没有借到钱修理做，医生人讲可以赔我。哇，结果是可以赔你，叫我讲做嘛，这样贪心的话可以赔啊。哦吼，全部换完它，全部换完新的东西，变了新的机器，又可以用到10年了。本来10年已经不能够用了了。上帝，你在前面看的时候，上帝给你的东西是你好像死路的哦。其实你在等，你可以等，你可以忍的话，你相信神的话呢，东西会实现的哦。你明白吗？这个东西我也没有想到的。我因为我不是那种很厉害的基督徒，我讲我不是那种很紧的，因为听到讲，但是我有样东西很好哦，我很好的哦，我的 staff 全部知道了。我从来没有埋怨过的哦，也没有讲骂上帝啊，为什么这样啊，给到我这样，没有骂过上帝一句话，也没有。我只是想到底啊，我还有什么地方做到不好，上帝要惩罚我，所以一直想哦，哇，想一下，哇，这里还是不对哦，哇，这里也是不好哦，哇，找出很多缺点来的哦，找出自己的缺点来的哦，真的有的哦。你静静看啊，你不要以为你我自己很好啊，还有很多缺点没有人看到了在里面的。真的，我们人真的是很坏蛋的，有撒旦在里面的，我跟你讲。所以我要神多一点，撒旦就会走了光嘛。所以我就原来自己做到不对，原来很多东西还没有做好，所以我就改改改一下东西，慢慢慢慢就变好了啊。怎样大做了，因为全部搞定了嘛，虽然满身债了，欠银行总数啊，欠银行差不多4000多万。那时候30个医生吗？我有开到房了，我全部有了吗？我就觉得哇，开心哦！我现在咯，哪里知道哦？30个医生，一个医生来吧咯，30多个没有来了哦。如果你是医生啊，我觉得你也是不会来哦。又增水啦，又6年级啦，又火烧啦，谁敢来？没有人来，一个。所以那一年呢，我亏17个million啊。为什么呢？请完一定要请完人的，因为那个 MOH 哦，卫生部那边你一定要请完人，他才 approve 你那个来生的。如果你没有请完人，所以请到很多人，因为你有 ward 哦，以前没有 ward 的哦，又 ward 哦，又要有 ward 哦，等下又要有 OT 哦，全部哦，所以一个月啊，只是工钱都100多万，还有那个机器啊，也是整百万，所以又没有什么入息，变了每一点。那钱怎样来呢？就是刚才讲咯，这里借那里借咯，有时很得意咯，因为别个生意的嘛，有时又 dividend 咯，诶 dividend 又有几百万，又拿了又可以放进去的哦，很奇怪了。你讲要死了死咯，好像又给你复习一下咯，很奇怪咯。那他你要 give out 了哦，要我，但是我从来没有 give out。我哥哥暗中一直叫人家来买我的医院，他顶不顺了。没有钱了，
真的，一直叫人家买我的医院哦，够力喽，好彩，好彩哦，又没有卖到，还有没有卖出去，就给我过了这个这，那没有来怎么办？那一年哦，2015年9月份，我的妹妹一直吵，一直吵我，因为她去东林读书，读了她觉得很好那个课程，她觉得我很差，什么都不会，又不会祷告，又不会什么都不会，又很差，他就一直吵我，叫我你去读书啦，你去读啦。我开玩笑呢，这里1000多万啊，一年亏啊，这里去读书不用做啊。以前是靠自己的嘛，要去做了嘛，然后还是反 OK 喽，这样子我就应酬他去一天罢了，去一天，给钱1000多块罢了嘛，我就给了钱，去一天，一去到第一天去到，我就打算明天不要来了了。那你知道去到那边给我的那个王一成牧师，就是那个东尼的主任牧师，他第一天来讲他为什么来马来西亚。他说他来马来西亚之前，他以为马来西亚那人是住在树上的。我说你这样子你都敢来哦，住在树上哦。他说没有办法了 calling 哦，他讲哦，他每天 calling 哦，他很会英文的，英文很好的王一成牧师，他是 engineer， 他可以去国外很多钱的，但是他来选择来这边哦，完全没有钱哦，还要住在鬼屋哦，他在住那间是没有人要，最便宜吗？鬼屋我住在那边哦，是这样子开始教会哦，我就给他，人家一个外国人哦，都来到马来西亚来救马来西亚，我是马来西亚人啊，逃什么鬼？还逃来逃去，走来走去，我想到，好了，就。留下来读3个月，20多个牧师教，我从牧师那边学到很多东西。原来我才开了我的眼睛，圣灵才开了我的灵。原来做个基督徒不是以前我这样的糊里糊涂了，只是去教会回来，教会回来也没有做什么东西的，只是享受哇，唱歌的时候很开心的，唱歌会靠哭的哦，好像很圣灵充满的哦，但是没有哦，没有的哦。唱了歌回去也是照旧的，没有做什么东西的，生命就是这样哦。结果我改了，我3个月读书回来，12月我就改，我改我的方法，因为我学到一样东西，马太福音哈、哦，6章33，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一切他都会加添给你。像我就想到哦。原来这么简单罢了吗？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正在问哦，什么叫国，什么叫义咯？原来国就是说，我们上帝要我们，耶稣要我们爱人，要我们去传福音，要我们去做一些最小的。他说，你接待最小的，就是接待我。他讲啊，那个圣经讲，就招咯，就去祷告晨祷哦，我就开始自己晨祷。哇，要命要疯哦！拿着那本圣经，开 YouTube， 然后好像有 YouTube 哦，3首歌唱哦。我的 staff 在外面啊，以为我傻了，一个人在那边唱歌哦，唱哦，不是吗？不是他唱，唱完了自己在那边读 Bible 咯，1个小时后就出来了，2个多月，一个人在那边，没有停啊。我做东西有样好，就是我很一直做的我，我不会 give up 的我做，跟着呢，噔，给我想到了，哇！跟我同学那些东林啊，就几个人嘛，去搞他回来做童工咯。我就搞3个人回来跟我做童工，你知道吗？给我考命到他们做童工，你知道吗？怎样做童工呢？就是只是跟培训祷告，接待培训，什么都不用做的，因为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嘛。我学到了吗？还不快点抓稳呢？好过你自己去就做不到，整天又烧啊，又蒸水啊。这个就用一个方法咯，就我们就这样子做哦。结果哈、哦，我们那年就是这样子一直做。2018年 ，break even 了，没有亏本了，哇，真的是我们开心到半死。但是还是亏了 100 million， 100个全部身家。全部当完了了，没有了，我是完全没有。但是很多人奇怪，以为我很有钱的哦，每次叫我做这个做那个啊，哦，等于我是没有钱的哦。我跟你讲，我没有钱，没有人相信的哦，很奇怪的哦。这是就是没有办法。我们虽然我的医院没有钱，那 OT， 但是我们从来
没有一次不帮人的，每一个 patient 来真的需要帮的，因为神说一定要帮了嘛，所以我们帮了他们先了，所以我的 staff 很怕我的，很怕的，每次我去 ward， 因为我 很喜欢去 ward 去跟 patient 讲东西给他，讲福音给他，传福音给他，所以我 很习惯问一样东西的，你这么烦这么忧愁做什么，什么事情，是不是没有钱，是不是没有insurance的，我一直都没有insurance啊，我就叫他你下去，你明天下去找这个找这个，所以很多人我每次他们都会去找他，自己就没有钱哦，就要很搬大楼哦，要给人家 free 哦，因为看到他们很可怜，真的很可怜，晚上哦坐在那边哦不会睡觉哦，你因为晚上我才得空嘛去探访嘛，你看到你会很心痛哦，所以我觉得算哦，再去找钱来找借钱啊什么咯，帮助他们先哦，我的心想就是这样，所以一直帮帮帮，所以医院今天这么好生意哦，我的医院的生意全部是病人介绍病人来的，全部都是病人介绍，每一个病人都觉得很奇怪哦，我的医院他讲一进到你的医院哦，很平安的哦，我们一直跟他当然嘛，我们有神啊，我就一定这样讲的，所以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有神的，不管怎样，因为我们有神，我们一定要抓稳，神一定在我们的医院，神一定是跟我们同在的，所以我们抓稳这个东西，我很 confident 的，很有，还有很多见证啊，我现在讲不到很多给你们听，很多见证，只要祷告，你要祷告要求哦，很多病哦，本来第四期的突然间会好像没有了，可是那个验出来的东西是这样的，到底再去看的不是这样，太多了，真的太多了，所以这个东西不是我做的，这个医院哦，每个人说哇这个医院你的这么大的医院，我说不是我的，是我上帝的，我只是他的舌吻罢了，我 没有承认过那个医院是我的，因为不可能的，我哪里可以做到那个医院，你们想一下哦，一个六年级英文都不会讲带个医院，如果没有神，所以那刚才我还跟他们讲一个好笑的故事的事情哦，第一天我进那个医院的时候一样 有个 stage 的，我在上面讲东西，我用最 simple 的英文讲，下面有四十多个 staff， 现在有八百个啊，以前是四十个啊，现在我也有八百个，荣耀神。So 这四十个有几个啊是 doctor 来的，你知道吗？我这边讲的英文啊，他们听都薄、啊，跟着他们用这个方法看我的哦，那眼睛又这样哦。我跟你讲啊，很难受的啊，很难受的，但是是口令吗？有什么办法？很难受你还是要做啊，是不是？我有一个好的方法，好的就是我觉得那是口令，他们讲是上帝做的，我就要听哦，变了我就整个一直跟着去咯，不敢背叛他这样子了，就跟着去，所以神就喜欢看这样的人，可能是这样的，所以我变了，他一直在后面帮助我，一直帮。刚才讲回哦，那个烧的哦，好彩他烧哦，好彩烧了我那个我要全部融了啊，再不烧啊，改天我做大了的时候，有整百个人在楼上的病人啊，烧死了怎么办呢？所以啊，我说啊，我们以为很可怜哦，其实神在怜悯我们，神在救我，我们不知道哦。如果我们不知道又乱骂又乱埋怨，你说神会怎样？我帮你，你又看不到，现在你还要骂我，所以神又走了，不帮你的喽。所以好彩我又没有哦，我只是觉得自己有不对的东西罢了哦。每次都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哦。我们整个医院哦，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哦，就做到今天。今天我才讲第一个月哦，以前他我进来的时候哦，他们一个月的生意哦的 revenue 哦 sales 哦，我现在要做半天就做到了嘞，神厉害吗？没有 professional 嘞，只有六年级的嘞，没有嘞，但是我有个更 professional 就是我上帝嘞，所以我每次抓住他嘞，我有我的上帝耶，哈，所以。我们人生很多问题的，就算你很好都有问题的，有问题来哦，我现在感触到了，有问题来哦，是上帝要给我们更多的东西，他要我们经历
经历后他会给我们，所以我们不要怕问题，我们要解决问题，每一个问题人生的问题解决它。如果我们跟人家比，可能人家的问题比我们更大的话，我们就有安慰，就不一直看自己的问题。刚才我也分享，我信了耶稣五年，就是读了书回来啊，我没有我了嘞。以前是我们很喜欢讲我的感受啊，你这样得罪我，讲话这样的没，这样群的没，我会这样子。现在我不会了，现在为什么不会呢？因为我觉得哇，他今天讲话这样群啊，可能他心情不好，可能生病，可能他家里有问题。这样你把那东西放出他那边哦，你根本你没有伤到的嘞，他不睬你，你也觉得没有问题的嘞。所以被了那个我拿走哦，他、你、他们怎样，我可以帮到什么东西吗？像你没有我哦，你这个人生很充满着爱，充满着平安，充满着喜乐，因为你的感受拿走了。因为很多人因为自己的感受，我也每次听他在教会的人说，我在那个教会受伤了哦，受伤哦。我心想，基督徒好像我想没有我的嘛，基督徒嘛，那个白伯讲的嘛，一直讲我们要用爱啦，我们要不计算人的错啦，是不是？你哥林多前书啊，是不是十三章啊，四到八节嘛，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夸张，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哎，我们读这些东西来做什么？读这些东西就是要给自己拿走我的我吗？拿走我的我的话呢，最得意那个人就是我咯。拿走了我，最得意的是我，真的。这个真是我在这段时间学到很多东西，尤其是我探访病人，我的病人哦，因为我是 cancer 的医院，大多病人住院的时候已经是末期了，要走了。所以再给你们一个很好的信息，去年在我的医院哦，有名字的，有 IC 的，集里地理疗的469个。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一切他都会加添给你的，就是一直找人家，很容易传福音的。为什么容易呢？因为他要住几天，我第一天不跟他传福音呢，第一天偷他的心，偷他的心，炖鸡精给他吃，跟他玛莎，跟他谈话，哦，跟着第二天来了，第三天进了，很好，很开心的跟那些病人。结果啊，很多病人哦，他们根本没有接触过耶稣，在我那边信了耶稣，他外面又没有牧师，又没有教会，他就要走了。很多时候他就叫我们安排他的后事，一定他讲我一定要基督徒的，我一定要用基督的啊，这样子的。结果我们就是老摩楼咯，我就去第一次做老摩楼，很多年了啦。我因为我没有去过funeral， 我没有去过，我只是去过那些我就看怎样好哦，最近很是怕哦。做老摩罗不是怎样的，我也不会吧，就是也是要嘛，因为你带人家信主嘛，他现在要有事嘛，所以找我的老师，找我们的牧师，跟着我们的团队，就是唱诗歌，牧师讲道，这样子原来是这么简单。所以我们做了第一次，我们就一直做咯，没有停咯，就一直有什么我们就做。所以很常见到我哦，跟我的 staff 哦去做这个 funeral 的东西的，人家讲哇，一个大老板哦。Beacon 的大老板都可以在这边做这个 funeral， 他们很感动。我觉得如果他们感动，他们看到我们的见证，我就把耶稣活出来了，我觉得是这样罢了。所以我没有觉得是怎样，所以我觉得我们做人没有我嘛，因为你没有我的话，刚才讲回你做的东西都是为了他，你还是谁。所以我希望在这里的时间差不多到了，我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们，人生很短啊，不要好像我这样子躲躲藏藏十五年了，十五年我信耶稣二十多年了，我十五年啊做糊里糊涂的基督徒啊，好彩我去读了东林啊，这七年里面我才真真实实享受那个与主同在那子那个爱啊，那个喜乐，那个平安哦，
钱买不到的，弟兄姐妹们，你赚这么多钱啊，你的家庭或是你的东西不是很平安的话呢，我跟你讲，你就是一直在寻找东西啊。真的，神这么在我的身边，一直敲我们的门，一直让我们认识他，让我们爱他，我们就把他好像以前我这样子赶他走，赶他走，他几伤心，你知道吗？哦，但是现在全部东西一样一样的很平安。为什么我的病人会很平安的信耶稣呢？我跟他讲很简单，我说after 我跟他进入话题的时候说，其实呢，我们不是讲宗教的，我们耶稣是不是我们啊？我们的上帝是造你的，我创造者，那个创造者是吗？才是真真实实你。等你回天家的时候他来见你的，但是现在你没有吗？你不认识他吗？跟宗师讲呢，哦，就是那牛头马脸哦，牛头 马脸是吗？来咯，带你走的咯，所以你很不平安，很怕咯，所以你很怕咯，因为你不知道去哪里啊，你不知道，因为每个人都怕死的，真的，因为不知道去哪里啊。但是为什么基督徒不怕死呢？不是不怕死，很不舍得死，但是他很有平安的哦，会笑着走的哦。为什么那些不是你们很怕呢？因为你们根本不知道有一个真神创造者。这样子慢慢跟他讲下去。还有哦，我说你拜那观音呢，是你不需要拜，但是你可以学习他那个慈爱慈祥，他那观音好的东西我们学习，但是不要拿来拜。我们这样子慢慢一个一个的把这个东西交给那个，跟他谈。他因为做什么病人很得空嘛，你跟他谈话的时候他就听哦，他很得空的，所以很好抓的那边，很好很爽的。所以我这次一共我们的团队哦，同工现在有成好多个哦，所以今年我们的大概是600个洗礼啊，600个，好。就是大概是这样，你看哦，一个公司啊，最后我总结啊，一个公司亏了1亿哦。去年啊，前年，一个美国公司来跟我 value 我的价值，来要买50%。他说 ：“Mary， 你现在做哦，你只可以帮一个人 ，example， 现在我进来你可以帮10个人。”我听到眼睛就大了，哇，可以帮10个人啊，是我要做的喽，这样怎样呢？第一，我说你要给我 control 我的 management， 如果你 control management 呢，等下你起家呢，等下你不给 CSR 呢，怎样？哦，他又给我 control 哦，550趴，你知道多少钱吗？550个 million 哦，吓死人哦，我都没有看过这样的钱呢，我没有看过，买50%，225个 million 啊，他给我们。200多个 million， 突然间我有这样多钱哦，我也没有说很开心，也没有说不开心，这个是神的钱，就是拿来做咯，做事工咯，全部搭地面呢，搭到200间的房间呢，现在天天不够房搭咯，跟做分一半啊给医生，最少分100多个 million 分给全部的 staff， 全部的工人全部分完他。我的工人有些拿到一个物资100万的物资的，有几个拿到物资跟我很久的全部有。所以这个是神要我们舍，一起做的人一定要一起分享，哦，这个不是我一个人留下来的呢，就是拿来做施工啊，做一些啊， 一些现在我有个 resource 在班就马林，以前是 refreshing， 现在叫 Beacon Resource， Wellness Spa Resource， 那边呢我全部要拿来做施工的。我要把那些人 depressed 啊，很 depressed 啊，孩子有生病啊，或是沉到的人啊，我把他带上去我的 resource， 我们跟他传福音，给他吃给他住。还有那些牧师，如果牧师他们退休了，他们没有孩子在这边单身的，我会全部接去 resource 那边给他们养他们过世，这个是神的东西来的。大概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今天只可以讲到这么多，因为太多见证了，我很多很多病人的见证，很多病人很感动。你听过病人啊，
在医院赖死不要回家的吗？我很多很多病人不回家的，拉着那床，我不要回，我不要回了，很多。因为他在这边呢，每天我们去跟他祷告啦，吃东西啦，我们的东西全部我给你的，你去看我的 menu， 我的，如果你去看我那patient 的那个餐牌啊，你会吓到我，全部是我给你的，我的鸡也是我给你的，我自己养的嘛，啊，我们有 bacon 鸡的，你知道吗？我的 bacon 鸡哦，为了病人啊，不要给他吃的 hormone 跟 antibiotic， 我去养鸡啊，前面两年前啊，我亏了很多钱啊，给人家骗啊，那个鸡哦，给人养养养哦，养养养，去拿鸡的时候全部不见了，人也不见了，鸡也不见了哦，六千字哦，够力哦。真的很蠢哦！跟说几次了，有一次哦，杀了3000只鸡哦，放在冰箱里面，赶赶啊，他讲那冰箱没有冰了，没有电了，那两天啊，全部坏了了哦，是不是我也不知道哦，也是没有了哦，钱，所以一直亏哦。我这个 formula 很好，我的一个牧师，一个博士给我的很好的，叫做海藻，他20多年的 formula 很好的这个鸡，他吃了这个海藻哦。他不是这样吃的，他有个东西，一个机器，300多钱的机器，来把它打到很碎，给它喝下去啊。那个鸡啊，那肉很好吃的。所以 Bacon 其实是你想象得到吗？我才开了1年多，20间 Bacon 嘛啊，你知道那个鸡哦，我从1000个开始养，现在养300千只鸡哦，300千只鸡哦，6个农场哦，都很多人还要我，因为他们吃了知道我的鸡好，就是一直倒回来，一直倒回来，他们很 peace， 知道我们的医院真的是帮人的，所以做东西照圣经的话去做，一定不会错的。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你们问问自己，是不是你们现在的情形好像我15年前的我，不冷不热？如果不冷不热呢，神不会来的哦。神要我们热火热的做他的东西哦，火热的传福音，火热的爱他哦，读经哦，祷告哦。所以今天我在这里分享，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弟兄姐妹们在这边不要像我以前这样，好糊里糊涂的基督徒。现在做回我现在的我，我真的是很开心，不是因为我有钱，不是。是因为我找到一个真正的神的灵与我同在，我做什么东西我都很自由，都不会给东西捆绑，因为我读神的话全部在里面，我就做出来，行出来，变了我以前黑暗的东西，魔鬼啊，不好的东西，全部有光进来，黑就走了，全部走了，完全不在了。所以没有心怀不好的，没有那种不好的东西没有在里面了，那个才是钱买不到。还有带着一家一家的信耶稣，真的是很蒙恩啊。所以我感觉到，希望弟兄姐妹们今天问回自己，再一次做回一个真真实实的基督徒。如果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要趁机会尽早，因为这个耶稣真的是不一样，真的不是我们拜那些什么关帝啦、观音啦，完全不一样。那些是人来的，这个是神啊，这个神你看不到。虽然我不能够跟他讲话，我听不到他的声音，但是他深深的在我的，他的那些字，圣经的字啊，在我的，一直在我的身边，一直教我怎样用、怎样做，一直用这个方法来做，做到现在，还继续的做。我继续的会跑这条路，我不喜欢出来分享的。我一路来，我做的东西，我跟 patient 的东西哦，我没有跟人讲的。10多年了，我都在医院，没有出来了。我出来是因为我要此时候，上帝在我的身上做了这么美事，我要把它分享给你们。不是我站在这边讲我自己有多好，不是，是我讲我的神有多好，所以我可以没有办法站出来讲。上个月了，我在一个英文的教会讲，我可以讲英文的，我分享英文的嘞。我祷告了很久嘞，祷告祷告祷告，真的没有冷场嘞，一点都没有嘞，只有一两个字，请你翻译这个什么这样。
一两个字罢了嘞，全部四十五分钟全部用英文的嘞，但是是很浅的英文，但是他们很 touching 我。一下来的时候，每一个都主动跟我讲华语哦，跟我讲华语啊，就讲啊，讲得很好啊，讲啊，讲到我说是神啊，是神，所以我可以讲英文了，所以我就可英文我也可以现在。因为只是讲我的经历嘛，所以已经在我的身边的东西，我不会就是觉得可以讲哦，英文、法文都没有问题。所以现在还没有信耶稣的，要快快等我的牧师上来呼召的时候，你们要趁机会，或是没有还没有火了的，今天要烧烧了它，好不好？好。我们要谢谢 Mary 的分享，各位朋友们。刚才你听 Mary 的这个的故事的时候，你看见她其实很多的东西她都不会，很多的东西她都没有，可是呢，到最后呢，她却做成了这么大的一个的意愿啊！那个是神的帮助，那个是上帝的带领和看顾。在这个时候呢，我特别的要先要对基督徒说话，基督徒。你也可能在面对像 Mary 姐妹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你的信心也是会软弱，有的时候呢，你对神的信心呢会退后。那今天我特别的也要呼召你，如果你自己来这一段的期间，你对神的信心已经退后了，甚至你已经离开了教会，你今天来到这里再回来了，我邀请你等一下，你也要出来在神的面前告诉神说，神，我重新的把我的生命给你，我重新的看待我的生命，也认真的来跟随你，要火热的跟随主。第二个呢，我特别的要对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说话。你听到了这个 Mary 的这个故事，你也可能觉得我也好像好想像他这样子有那一份上帝给的那个的福分，那神要对你说，来跟随我，你学习依靠我，我是造万物的主，我会赐福给你。在我祷告的时候呢，我觉得有人呢、啊，你是那一种人是，你常常不知道怎么办好，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好，你都是这个样子，就是不知道怎么办好。然后你觉得你自己也改变不了你自己，你也不知道自己生命当中要什么东西。可是上帝要告诉你说，他说你来依靠我，我要使用你。因为你的生命在我的手中是何等的宝贵，我看你为宝贵。然后还有一些的人是，你是常会烦没有，没有这个啦，没有那个啦，我没有这个啦，我没有那个啦，常常在你的里面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是你里头的一个的贫穷。而神要告诉你说，我要医治你，我要医治你，我要使你有，我要满足你的心，让我来满足你的心，你会赞叹，哎，你的心可以这么的满足。你从一个里面感觉没有，你会有一天感觉到，哎，其实你很丰富，神要赐给你的是一个丰盛的生命， Amen。 所以我邀请，今天你还不是基督徒，我邀请你今天来到前面，你要来做一个基督徒，要来信主。神想要带领你这个生命，上帝想要赐福给你这个生命， Amen。 他已经等了很久了，他为你舍命，他愿意赦免你的罪，洁净你，并且他要赐福给你，带领你走这人生的道路。很多的问题的人生高高低低常常会有，可是这位神永远不离弃你，你需要这样的一位神来依靠，你走这条路是不孤单的。所以我邀请你，你要来信耶稣。当诗歌在唱的时候，我邀请基督徒，你要重新来过，走到前面来。我邀请还没有信主的人，也请基督徒你带了你的朋友来，你问他，我可以陪你到前面来接受耶稣吗？一起的来陪他到前面来接受耶稣。在前面的朋友和弟兄姐妹，我要带你做一个的祷告哈。尤其是今天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我先带你做一个接受耶稣的祷告。那耶稣就在这里，那等一下呢，我说一句你就跟着我说一句，这个就是你的祷告，然后呢，神要进入你的生命的里面来带领你哈。请你现在闭上你的眼睛，
你跟着我一句句的说，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爱我，求你赦免洁净我的罪，我愿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要跟随你，我要投靠你，求你来带领我，我相信你赐我永生，我也相信你赐福给我，求你坚固我的信心，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阿们。好，刚才呢，如果是你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一个的祷告呢，那我要恭喜你哈，那你是基督徒了，你是上帝的儿女了，那神的儿女，神会带领啊，并且我邀请你要参加教会，像 Mary 这样子，她是要每个星期都敲到教会去的，并且要认识神。我们认识神越深的时候，你就越懂得怎么跟随他。你的神要带你去更美的地方，你的神要带领去更平安的地方，你知道吗？这位神不是要害你的，这位神是要帮助你的啊！这个时候，弟兄姐妹举起你的手来为他们祷告。亲爱的主，我特别来到你的面前，也首先要来为着在这里前面的基督徒来向你祷告。这个是他们走出来重新立志在你的面前。主啊，是的主，过去他们离开你，过去他们对你的信心在摇动，主啊，过去他们觉得自己不够依靠你，主啊，是的主，我向你祷告，今天求你把那个的坚固的信心赐给他们。主啊，是的主，总要相信在他的生命的当中，你已经要带领他们。主啊，你是要赐福给他们的神，无论他们在面对着什么的问题都好，神啊，是的主，我都向你祷告，帮助他们有坚定的信心跨越过去。主啊，是的主，求你给他们这样个坚持到底的信心。亲爱的主啊，我们也特别的要为着今天信耶稣的朋友向你祷告。主啊，今天他已经成为我们的家人了，主，神啊，是的主，我们要祈求你赐给他们信心。主啊，圣灵要在他们的里面浇灌，他们的里头带领他们，对他们说话，引导他们来认识你。主啊，圣灵就也祈求你帮助他们，主啊，能够加入教会，主啊，在教会的里面能够适应教会的生活。神啊，圣灵主，我们向你祈求，主啊，圣灵主，赐福在这里每一个的人，主，主啊，圣灵主，何等的恩典，主啊，圣灵主，你把他们带到前面来。神啊，圣灵主，我们向你祈求特别的恩宠在他们的身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祈求祷告的，阿们。上帝赐福给大家。这个时候呢，你们先不要回去，然后我们在这里呢，这个时候我们一起要来领受上帝的赐福。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要来祝福在这里每一位神所爱、主耶稣为你舍命的上帝的儿女。奉耶稣基督的名，愿圣灵每一天要把平安、喜乐、信心、盼望充满在你的心里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愿你有身心灵的健康。你哪里有病痛，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说，主耶稣为你背负你的病痛，那个病痛要去到十字架上面，换回的是一个生命。主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说，你的病要好起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的家，愿你的家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和睦。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的工作、你的事业、你的生意、你的侍奉。愿这位神赐福给你，使你凡事亨通和顺利。愿他在你所面对的困难还有挑战上面，他带领你，并且祝福你，你对他要有绝对的信心。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的财务，愿这位那个丰富的神赐福给你在你的财富的上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愿上帝赐福给你，保护你，愿上帝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上帝向你扬脸，赐给你平安，阿们。愿上帝赐福给大家。那我们今天的聚会呢，就到此结束。邀请今天来到我们的当中的新朋友，那你可以到我们的花园
我们有一份的礼物要送给你。今天信耶稣的，到我们的花园要多拿一份礼物。啊，同样的，在线上，如果你信耶稣的话，也请你填上表格。愿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下个星期再见。